来中国是我小时候的梦想，我很紧张，我有点紧张。让世界了解中国，让中文拥抱世界。今天我介绍了与中国留学有关的故事。对于这些学生来说，我给他们的日常的生活带来了一些不同寻常的色彩。我想给大家分享一下有关足球的故事。一个小小的足球把我和中国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。还要给大家表演一段古琴。我想为大家唱一首歌。有中文精彩，欢迎小聊大嘞！加油加油加油！